这张批给你，你啊，得要家己好好保重啊。我得要失恋。这张批要八点才能看哦。老实讲吼，你这个人跟我少女时期心中的理想对象，真正是差介远呢。自从迄天去过恁家了后，我发现吼，你规身躯上介有魅力的优点，迄就是友好啦。所以阮爸跟阮妈认定你就是伊囝婿唯一人选。林可彤、亮哲。剪场，杨丽英，太保。喂。凯雄，你啥物时阵要来甲我提亲？那一年，凤凰花开时，8月11日起，每晚8点。